泡芙姐姐画画教室第三堂课来喽！今天我们要画的是长雕，我是泡芙姐姐。今天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，你们常常吃的这个叫做奶油，牛角吗？奶油面包。好，开始了。喂喂喂，泡芙姐姐，那个是奶油卷啊，不是奶油面包。自己的名字泡芙姐姐，这样子牛角面包就完成了。有没有看起来好好吃啊？自己画奶油卷是不是很简单呢、啊？而且有没有觉得泡芙姐姐画的好像哦？下一次我们来画超简单的苹果好不好啊？泡芙姐姐画画课，下次见，拜拜。